辛苦了哦，这天很冷哎。多穿一点。保暖物资亲手发放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寒冬送暖，低温来袭之际，避寒所开张，街友们不用再受冷风吹。今天这个空间哦，也就是让这些街友可以有相关的物资可以灌洗，好，那过夜。社会局也对于包括独居长者、老人家、弱势族群进行关怀访视机制。关怀弱势好过冬，接下来更要好过年。蒋万安去年首度发放台北市长春联，但题字兔来万安被骂翻，质疑官员趁机拍马屁。今年春联亮相前，蒋万安这样预告：万安就在这里。万安人在这里，春联上也就没有万安。龙年春联题字福运龙来，玩的是谐音梗。福运龙来最重要就是取第一个龙年，所以龙来谐音。第二个福运龙来，从台语念也是好运龙来，好运龙中来的意思。书法老师大家讨论的时候，我们最重要的理念是从大气、正气、福气三个理念来进行整体字体的设计。后文龙宗来，三名不要来。上任第二年，蒋万安春联中规中矩，走回安全牌。明日新闻，向元苏医生特别报道。